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Justina， 今天又是我介绍楼盘给大家的时间了。今天要介绍的呢是何文田半山一号，一个最大单位，九座高层单位，1975尺，四房两套，零走廊，很好用的。而且呢，业主呢花了很多心思，有很多的取出空间，我们大家慢慢欣赏一下吧。这个单位的卖点有很多个，一个呢是这个70-80尺的独立电梯大堂，一个过百尺的大厨房，在里边呢怎么煮饭都可以，对吧？我们可以就几个朋友一起搞吃的都行，没问题。还有看看，还有个工人房，工人房呢也不错，而且还有窗口的，是不是很惬意？另外我们两间套房，我们再看看，一个小套房呢跟这个厅的房间这个景观一样的，而且业主呢是打造的里边的取出空间很够的，是不是很精美？另外呢，我们走进来之后看到这个大概有700-800尺的大厅，横面看出去呢很漂亮，回到家之后呢你简直像去度假，没了工作压力，而且看出景观是很有层次的，对吧？好，我们再看一看主人房。主人房呢有一间可以做衣帽间，现在他做了工作间的一个小房子，还有一个套房，这个200多尺的大主人房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很舒服吧？大家欣赏了一个这么漂亮的单位之后，有没有发觉呢？套房，两个套房和客厅呢，都是一次性排开，向着九龙塘，向着狮子山的，景观漂亮吧？你如果喜欢这间房子的话，记得打电话给我喽，我叫 Justina 啊。